的便利贴。什么东西啊？今天邀请到的是 V Home 亚太区销售副总裁兼台湾区总经理。你怎么会背得起来？我背很久了。对啊 ，The Bobby 运动男孩，谢谢，对，极限运动男孩。今天他要来抽题目，他会抽到什么呢？噔噔噔噔，随便选一个，选一个，选一个，因为全部都一样的。开玩笑，那今天我就选一个没有的颜色，算是独立的颜色。来，我自己看还是你看？我帮你念出来。任务一，什么东西啊？一分钟内让主持人哭出来。明明哎、欸，明明写笑出声，好不好？我太容易笑了，哭出来。一分钟让主持人哭出来。60秒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暂停。那失败会怎么样啊？失败会怎么样？还有另外一个可怕的惩罚。其实你知道吗？你做的这件事情让人非常的感动。我其实不知道你过去是不是有遭遇了什么困难，然后你决定发下魔心。然后去制造出这样一个场合，什么场合？交流的产业交流的场合，然后又自己花钱，所以也许是小钱，但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会不会讲到后来是我哭？但我真的觉得很棒，非常棒，因为台湾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。我没有要让你哭，但是我说我真心的很佩服，真的。你真的会让我哭，该不该哭？但我真心话 ，Ruby， 我真心话。谢谢谢谢。我很感动，因为你懂我们在做什么，你任务成功，因为你懂我们，真的很感动。我跟你讲。